came up nicely, but we're doing a good big three. Oh, my word! That is extraordinary from Ben Garuccio! This is Rene Higuita on steroids. Now, I'm not sure if Rene's worked, but that's pretty good. If he's on steroids, we want to send an unmistakable messag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with our allies, will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territory and abide by commitments we made to NATO. We still believe that Russia's poised to go much further in launching a massive military attack against Ukraine. If I'm wrong about that, I hope we're wrong about that, but Russia's only escalated this threat against the rest of Ukrainian territory, including major cities and including the capital.大家都在钓鱼，太高。
升起了，现在是正好是7:02，我之前计算的就是7:02，哇，蛮漂亮的。超级漂亮，还好今天有点雾，可以把那个太阳的光强度遮掉一点，这样我可以盯着太阳看，然后我发现这个太阳真的是大呀。超级美，我把相机调整了一下，我肉眼看的话是比这个亮一点，肉眼看的话是这个和这个当中的感觉，还是看得蛮清楚的。好神奇啊，看这风景真漂亮，就像阵阵的天使。
Let's go. Thank you.
看得到吗？So pretty. Wow.这里有点帅啊，蛮漂亮的。Let's go. 继续走。这里没有车。个 U turn. Let's go. 让他们先跑一会儿。
Let's go. Boy.
刚才我就是沿着这条海岸线这样开过来的，然后一直到这里。天空上还看得清，月亮看得很清楚。不知道看得到下面有没有鱼，水好干净啊。我的菜来了，有点大，看一下，有点大，吃个虾，这个虾是冰的，可以看，就它是原汁原味，没有做过任何处理。我刚才还吃了两个 mussels， 这 mussels 我跟你说，一定要找个小的吃，差不多这样大小，这样大小。大拇指这样够了，大的它的那个肉就没有这种好。咱们尝个 mussels， 这看上去也是原汁原味的，它没有做任何调料配方，它唯一做的就是这个 tartar sauce。然后这里有块鱼，我尝一下这块鱼，这个 fish and chips 我就直接用手了，他旁边给我一个柠檬水，等我等会儿吃完可以洗一下手。哇，这个鱼好嫩，这盆东西我觉得两个人吃最正好，吃太多的话等会儿开不了车了，开车会睡着。他还提供了一个虾，这个虾也是，我估也是冷的冰的，你没有什么处理。成绩不错啊，刚来的时候是满满的一盘，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它的 sauce 全部吃完了。给你一盘柠檬水，让你洗一下手，吃完。总的来说，像今天30度，11:30吃一个这样的 lunch 是应该是很 worth it。像一盆45块澳币，我觉得两个人应该可以。等会还有山路。给大家看一下 before 和 after。 最后看一眼我刚才的饭店，它的风景，哇，回到车里好热啊，在太阳底下晒了大概45分钟吧。哇，赶快，赶快启动！咱们赶快把那个天窗给打开。哇塞，这个太阳照的也蛮热的，但风吹上来还是挺舒服的。先开一会儿吧，这太阳真的晒的有点厉害。试开，开一会儿，如果太热晒的受不了了，再把它关上。11:45，继续打烊了。30秒，然后再去追他。
Usher. Let's go.
辆四轮驱动开得好快啊，追上我了。这里我还发现有一个二维码，他说是 Stories of the Great Ocean Road。嗯，哎，那边有一只小船。他在钓鱼吗？哇，好爽这里。其实这些车有点
累。像一条鳄鱼 ，Holy shit！ 刚才地上什么东西？大家看到吗？我等会儿回去看一下视频，刚才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shit, this one is sick.又是个超级漂亮的海滩。